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的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在边境上，我所见识过的所有战斗中，铁玉才是最顶尖的猎杀者。灵活快速，优雅，却破坏力强大。观察力敏锐，善用资源，且冷酷无情。铁玉眼中的世界不同于一般，即使是墙，也能是攻击的道路。铁玉的战斗方式不同，他们熟练欺敌行动，就算在险境中也能够取胜。但铁玉与所有步兵和机器在战场上最大的差别，在于他们和泰坦之间的关系。连结后，铁玉只会被庞大的军队或是其他铁玉击败。自从我懂事以来，边境就是我唯一的家。 IMC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强行夺取我们的资源，污染并破坏我们的星球，还屠杀所有反抗的人。虽然最近在古神星上连战连胜，但是离击败 IMC 还有一段距离。现在我是反抗军中的步枪兵，为边境的自由而战。成为铁玉那天还很遥远，但等我成为铁玉，我希望能实至名归。这是那个泰坦坠落二。我之前玩过一，当时买了我就后悔了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你花钱买了个 CF， 因为一是个纯对战的，然后二的话，它有那个步枪兵库伯，我们走吧，有那个战役，该死。船上的模拟舱，其实觉得有战役对我们这个对战游戏提升很大的，因为你对它世界观更完善了。这个跟那个泰坦一一样，一出来就是先进一个模拟训练。我们好，不用不用，他那个是上下反转，设定神经连线。和泰坦连线类似，但不一样。学新技能得有正确的心态。然后这里面是个模拟训练，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教程，就是因为我玩的是主机版的，用手柄进行瞄准，在那个实际任务里面其实是有瞄准辅助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里头，等会你们看吧，有打靶的地方，打靶地方当时我试了并没有瞄准辅助。但是我是瞬间菊花一紧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登墙，滑过来，就你在墙上滑的时候其实是比你跑步要快的，这也是一个快速移动技巧。这一缩过来，简单的二连跳，跟着幻影，这等于是把我们载入一个虚拟世界。这个水都是在也没带，差点掉去了。战斗情势瞬息万变，你要能使用任何在战场上找到的武器，
这是我打仗期间用过的其中几种武器。妈个屯，你用过的真多。嗯，这瞄准镜的，哎，这个好点。然后，哦，靶场在这边。填装弹药。他这个，要啥？放回来。这个，港台枪哎。上的瞄准镜。很多人就不是很习惯啊，应该说是相当不习惯啊，对于很多人来讲。但是有些经常看港台剧的，这肯定感觉比较亲切。很好。当时我在这里试的时候，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瞄准辅助，然后发现哪个腿的并没有哎。但是这里是没有啊。啊，这里是没有。很好，今天有个新试炼。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就建议那个，哎，其实 PC 版的玩家会简单很多。然后这个主机版在这里玩的会感觉有点没信心，因为。这个里面，哎，等会试了就知道了。我当时试了好几遍，因为这个时候我玩的时候，他只是他游戏还没安装完毕。速度很重要，但你也得能够击中你的目标。啊，你看，我们得练习这个想打人。哎，你看，就很纠结。当然，这个多试几次之后就习惯了。所以其实，其实有人在争论，就是这个 FPS 到底是鼠标好还是手柄好，就我感觉，对于有瞄准辅助的来讲呢，啊，那其实手柄鼠标都有各自的好处。你比如像 COD 这种，对吧？它有瞄准辅助，那其实，你刚刚用手柄你会觉得啊不是很习惯，但你适应之后你会觉得，哎，其实还行。但是它跟鼠标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，是不一样的，不能完全拿来比。那这硬要有人去撕逼说这个就这个好，就那个好，哎，那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。非常好，看到墙上的评分板了吗？新纪录哎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点。它这里面有些挑战，就是它系统。本身默认的前面排名前三，那其实不是那些玩家弄的，是他自己本身就设计有的。然后他有些蓝色的那个影像你可以看一下去学习。要是能够赢，你也称得上是半个铁玉了。就是那个我这两天就遇到个那种撕逼党嘛，然后就一直在撕，非要说手柄好，然后什么鼠标用久了，很累啊！这个怎么要轻松一点？哎，我想，妈的，明明就是两个不同体验的东西嘛，为什么非要拿来比嘛？因为有些主机独占的，好，那没办法了，对吧？那不是不想比，那没得比的呀。然后你说有些两个都有的呢，那就看主机有没有瞄准辅助。啊，有瞄准辅助，那其实两个也都行。然后如果说是第三人称射击类的话，那要看。如果说是有瞄准辅助，那可能相对来讲手柄可能要好一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比如说像战争机器啊，我个人是觉得啊，我操妈摔死了。我个人觉得或许，鼠标键盘要好一点。当然，有的人会说，其实主机也可以装鼠标键盘，但是。哎，你试过就知道了。哦，对，就你看，我们前面左面上面那里有个铁鱼头盔啊，这个是可以花点时间去拿一下。你反正这个是教程嘛，你在这里多弄一会儿啊。好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啊，但是能拿就拿。好，不错。你看他头上那个游戏安装进度，其实这个
当时我在这里其实是等了很久的啊，我中间玩了很多遍，然后啊，不过那些文件我还没拖进来，不然就要录很长。其实大家可以在这里稍微试一下，但其实还好，因为你等会儿打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有瞄准辅助的，就不会那么蛋疼。哎，你看吧，这哦，我在看那个蓝色的那个。好，你看他刚刚是从这边过来。我现在看到自己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了。哎，当然如果是非要撕那种键鼠和手柄逼的，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撕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逼的啊，大概是闲的没事了啊。啊，掉下去了。其实地图熟练了之后，后面就快很多了。啊，这里我想，当时是想研究一下看怎么弄。这散弹枪其实还是可以，你看隔那么远都能打得到。每次都要有机。好，我后面试了很多遍，但是我就跳过了吧，我这最后试个一两遍。啊，我这一次是好像后面游戏就已经装好了吧。好，你看在这个时候换一个弹夹，正好缩过来，吧唧吧唧跳。哎呀，这个你看稍微熟练了一点点啊。你们应该看到我那个最佳成绩是52秒02。这里其实，哎，我个人感觉，在没有，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个时候还用不出来瞄准辅助，当然能用得出来，你能不能够迅速的转身，用出瞄准辅助，这其实也是个问题，这说真的。这个就不搞了啊，我们进行接下来的东西。很好，你会喜欢这个，可以开始后半段训练。但其实鼠标它是在有瞄准，机会的时候那个瞄准快啊，这一点是鼠标方便。然后如果说你是，这只是模拟机，不是真的。但首先也得看你玩什么游戏啊。FPS 说实在的，就能鼠标键盘还是鼠标键盘吧。BT 那是我的搭档，先锋级。其他的，比如像一些 RPG 啊，这是我们手柄也还蛮爽。设计的泰坦，不是向 IMC 偷来的。这是要给我们训练这个 BT 啊，不，去训练这个如何来操作泰坦。上面，天上来了。好，天上咱们的，哎呀！好了，步枪兵。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，我带你出来。关闭所有非必要系统。库伯，准备好。别急，克罗，他刚离开虚拟实境，需要点时间适应。他没问题的。这外面应该是打仗打起来了。全体就战斗位置。这不是。注意，他们杀过来。他们想要什么？看啊，他往里面放了东西，这是后面的一个关键道具。我们会把你训练成铁玉的步枪兵，不是今天。没时间了，拉斯提摩沙，安德森，你畜生！我们下面见。今天会看到一颗新的星球，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。这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自立 flag 嘛？你把自己奶死了，你这是真奶啊！库伯，祝你好运。快滚出那个模拟舱，库伯，运输机上碰头。好，这个啊，我们第一期的视频啊，差不多就是到这里，后面就是其他的关卡了。啊，其实难度可以设定低一点。
电脑上好一点，主机上尽量设低一点吧，不然会烦死你的。嗨啊，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，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然后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8@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当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